吃什么？都可以。西餐、中餐？都可以。吃什么都可以，但选钢材可不行。只有 SN 钢材才是日本阪神地震后唯一认可的耐震建筑材料。再简单的钢结构建筑，也都要选择 SN 钢材，知道吗？嗯。那吃什么？不饿了，送我回家吧。耐震首选 SN 钢材东和钢铁。